勇敢说也应当，俺知道哦。结果说二十，结果呢？那送多个二十嘎个，结果呢？那到底这个兵马东莞不？赢了新加坡人，失败就完了，兄弟的。每个人都有可能会失败，有可能会成功。老师也是，你们还想叫哪一个呢？你们只会看到老师的成功五年呢，你们不会看到老师失败的时间。老师也之前有失败过。啊，明天一起，你们现在在忍呢？六点奥米纳，所以奥米纳都哭了5百米呢。他们不会看到老师的失败啊，就是，老师张大爷不出，老师有男朋友，老师男朋友是台湾人，他们这还是一样想要台湾男朋友。我那都那么多，我啊，啥啥要选男朋友来吓人，我无法配的毛公。也不是为了台湾话，你就是男朋友下人抹红，就是老师直接没遇到的。还有老师的不会靠男朋友，男朋友啊贵了嘛，把握。我是靠自己。如果你要先有你自己的有能力，那你会找到更好的人。可是张大爷啊，老师我不请嘛，他们会看到老师现在很顺利、很方便，就是说老师吧，哦，比如说现在嘛，好像可以说成功嘛。啊，男朋友事业成功的啊，有生意有钱，可是他们后面前面的前3、4年的老师很苦的，他在这停留，他们不会看到。所以有时候如迪奥成功，你们不要看他的成功，你要看他后面有失败的时间，还有他有很多困难的时间，你要看这个，还有过程说老师。别来了，你的过程啊、哦，过程说老师，比如 process，别看你的过程说，就是说出来就不要读吧。老师啊，可成功了，不是马上就成功的，我有一个过程，一个过程过来的。你看来这会不会就哭？老师，先来撇开家，然后过程说老师，别看了，过程说别看了，别等哪看了不，过程的。那老师智商说，老师智商怎么定不？智商说，老师安那走，智商说安那走。智商来这边个，你要不，不要努力。我嘛，你要我咩不？老师，我想要来台湾。我想来台湾念书。台湾嘛，那边有比较定钱呢。我想要来台湾念书，台湾嘛，比较定钱呢。至少要花多少钱？至少要花多少钱的话，哎，那种不老不散，懂我们嘞？哦，至少要花多少钱？那种不三不老，懂呀没嘞？那我说，你至少要花，多少？美金1000呗，差不多呢。哦，美金1500还是1000呢？哦，美金1500。你那种多少？躺下了，懂呀里面咯。好，那老师讲到这个，老师。我想上你的课，你等等请呢。那种请不了，HSK for 安全的不哩？HSK for 安全的不？那种请不了别人嘞，他哪米的？那种请不了东岸嘞，老公嘞，至少要花。至少要花。多少时间？至少要花多少时间？那种，请不了，懂呀嘞。那我说，至少要花一年吧。那种，等天了，请不呀妹，至少要花一年。所以老师，至少好的，老师你我台湾嘛。台湾嘛，就是讲得起呢。你把老师怎么要把疫情落来了不？
我说你是啥？你说我？你说第六组不对呀没？是啥？要？是啥要？你说我不会说？是呀没？还是说是啥要？会说中文？你是啥要会说中文？你说第六组不对呀没？哦，你至少要会说中文，你那种第五个对呀没？哦，那老师，你他那个他干嘛得钱呢？拍的我嘞，哈、哦，你那种密码比马斯跟一样啊没？啊，那种密码比马斯跟一样啊没？没那么多表么？你至少要那种钱没？哦，缅甸的就是密码比。十个月啊，我妹妹十个月毕业没不？你至少要大学二年级，至少要你大学十个月啊，大学十个月，你至少要大学二年级，好啊，还可以的。你至少要大学二年级考完才可以。你那种是跟伊啊皮皮嘛打你才可以嘛呀的不？所以至少少了说那种哦那种，所以至少这边个那种发皮的。那是哎，你有碰罗金呢？闺蜜打罗金呢？哎，这个至少要花多少钱？好，我想来台湾念书，至少要花多少钱？不怎么老公了，那种不怎么老公了。你至少要花美金1500，那那种美金谈话老公们，至少要花多少时间？而且那种不老不养嘞，至少要花一年吧。你至少要说会说一中文，那种丢路不要带亚没。你至少要大学二年级考完才可以，所以至少要那么嘞，你说那的理查叫哪个嘞？屁亚没说的含有，那种屁亚没说的含有，东京那的要搞858的，所以至少这边老师说，那种老师之前没有学过这个，那个老师他做一场木浪费的，你认识个别嘛老师，别人懂你懂他些还是嘛把的，所以老师记得。那老师那个总结说老师啊，金州啊皮不，哦，总结说啊金州。总结啊，今天那第三杯嘛，老师看第三杯，老师讲那一段。如果你都发票的时候让第三杯给啊，我都比你比第三杯给你多的。如果嘞给予嘞，你想做什么事情？哦，给予你把录给啥咪为录钱录钱不？如果你想做什么事情，你不录给啥为录钱录钱？那爱拉所以呢？那做爱拉所以勇敢的的。勇敢的说吧，勇敢我无啥背景的这题都懂他 advertiser 的，就是眼睛刷哦刷出来还有哦 advertiser 那边来的眼睛刷去做哦大楼的哦眼睛刷都差不来目标了哦，你把给啥楼钱不要那个不要想太多，勇敢的去做，爷爷爷爷呢哦勇那个爷爷爷爷呢。都不来目标了哦，爷都不来，勇敢的去做。你妈把嘞，对呀，勇敢我人生背起那批的对，得帮他了。爷啥都不来的，不要担心结果。那时候嘛，把片没出来过，谁没不那不？而且这苦路钱来说啊，那我把片拿了，片拿了，结果多不多追捕呢呀？啊，那我把片拿了，多追捕了。你老买了给啥的苦，身上来别说，不要担心了。你用也那个勇敢的去做，不要担心结果。不要说过着把票拿没少，追谁不明呢？不要考虑身上没呢，会不会失败？老师瞄到票个失败嘛，叫不叫你读的？失败吧，熊类的，不要考虑会不会失败。熊类嘛，那么熊了，多么身上那了。那就是你想做的事情，你一心一意弄不来，谁不不呢？那么把票没少。也多那么生产呢，我兄弟们那么穷了，我是不爱老的，是不爱老的嘛？穷穷穷穷一面没，面一面面穷穷穷穷一面，我的啊，你穷啊叫你咯，那你不要做啊。我老是开餐厅啊，有时候会失败啊，有时候会那个结果会好啊。那我不怕失败，穷穷没关系，穷不贼，他那开在那叮咚里在穷啊，没关系，失败就失败啊，没办法啊。你做就是继续做，
对啊，那你代表结果失败嘛？照你，你的提名撇回来。所以，要是没有录取嘞，太看哦，要是对哦，所以太看重哦，太看重结果是吧？太看重结果是吧？比如说没有录取嘞的，太看重自己表妈了，有没有对表里表他们学过呢？太看重，太看重是吧？这老有零零零零的，老是去。你那的会还要选，那么老话的，若是那送把片拿没有个对，我妈说，那么老话的，那零零把片老已经到对了，哎，二老表啊，哈，太看重就说，我妈说台湾没拿的，啊，讲哪里没拿片，台湾没拿的，那零零把片老已经对你，那怎么，那你还是那个太看重那个结果，台湾那么拿的，台湾没拿片了，别的那老么的，台湾嘛那零零把片不怎么老送，已经对你。所以不要太看这个结果。如果还在，如果过天如皮来海嘞，没事啊，也没事。可是我保证，就是你们就这里一定会，你们一定会，就是你们乖乖的努力，一定会成功，百分之百。第二个阿妈看呢，就是还行。所以啥都没有丢，那零点八骗不了，不要去太看这种结果，这是差底嘛，不要钱来了。那榴莲啥龙啥的，有送多少片呢？几百张了，这个等底下老面不拉多少人呢？不可能的事。那有没有你太看看结那个太看重结果，积累点卡巴片来说，失败就会兄弟伙的会给人吗？努力又上了别不呢？带来又上了别很多烦恼，这就压力还有了别。你啊，对呀、啊，你弄那榴莲嘛片卖不得脑，今天晚上讲那些，看他们认不？让人心嘛，心嘛变得难追你呀、啊！叫兄弟们叫你，哎，卡巴皮多，自己还受不了，唉，把路还没没得，还我没多啊，没路路，新加坡这边多啊，没路路，新加坡多啊，没路路，哎，迪拜那边多啊，没路路，阿婆罗，你们太看重结果，你知道吗？然后把皮没来，我不会追你啊，哎，卡巴皮来说，你们会失败，问你弄把油来说，烦恼最受不了的。喊多比喊追咯，多比批钱那片毛不切，要啷么弄出来？那追钱咯，谁理你啦？就说想太多了，所以有时候是有些事情要想，可是不要想太多。答案你还没决定，送票比你决定了，不要再想了哦。你还没有决定，你可以想；你决定了，不要再想。你再想，你会越烦恼的，谁受苦搞呢？所以的，我们应该啊，如果对你的把注意力。把注意力说啊，力啊，老师啊，不咯，可有啥样没下流呗？放在他比如的哦，放他比如在做事情的过程上，可有啥样没？可有啥的呀？我的，你弄你的过程，批评你的给啥不嘛？这些他都不了。我说老师不要批评了，你弄个丢啥的呢？啊，个丢啥的呢？我把路啊慢慢丢，丢啥的你啊把路啊慢慢，你不要去想这个。你也先注意力哦，放在学中文的过程上，丢啥的你不麻烦他。那你成功了，你一定会找到路，你得要能下注意力。我说真的，你嘛丢啥的呢？好像你没有目标，没有不是没有目标，有目标，反正你不知道要，是会遇到什么事还不知道，所以你弄这个路路没出来，所以你们不要想太多，就是你要给丢啥样的给啥留的。你也得事情做事情的过程上，你就在你的人家过嘛呗，他哪里啊？这样一路顺呢？你会你要去里面的，在做的过程中，你弄个撇边你也给啥里嘛？过程中，那如果丢啥的呢？那叫做说过程中嘛？他说讲到一首 HSK 佛山，你如果对你的过程中嘛的哦，发现爆出来里面哦，决定解决问题的快乐把咯。就在哪里解决问题的？就在哪里有脾气呢？表现不了，对哪里嘛？过两年哈嘛，刚中了，明天咱们生产呢，生产病呢，不要再想了。他们生，他比如他让我们生产的了，哎，看嘛，我都皮皮呢，那张不顾要拉表，脾气你也对拉表，挂我表现哪里没的？这是爱拉皮的，其他任何东西都给不了的。哎，路没有撇得下，不咯？其他任何东西都不如得差，不如压力啊，阿龙阿妈给不了了，不给不了么？喏，给不了了，说路比路没压力，压力撇得的，哦，路比路没有。即使的，比如最后失败了也没有关系，哦，即使比如到了
最后闹什么失败了也没有关系，兄弟呢给他们洗不了。因为巴掌人说了，至少那种了，你已经努力过，阿皮嘞，你就差不会多比的。你的兄弟不了不嘛，你也努力给比多比，再讲了，你不要再担心了。失败也没关系啊，失败吧啊，失败也失败没关系，你把妈妈屁股撸歪，哥哥哥有啥来的？那如果二十了。在那边呢，我们还可以马路啊撇的也嘞，从失败中弟兄们忽略这个呢，总结啊拯救啊撇，闹松啊撇，处处帮啊撇，总结处处啊闹松出来的下来的有用的经验吧嘞，啊就是的经验啊最重要的出来的嘞，有了这些积累，积累啥吧喽，受伤他啦，受伤他吧，你经验的受伤他啦。哦，第一塑造他的经验里啊的成功奥秘目的自然的把握阿片离我们越来越近，阿片都马路西过的片片呢你来来的，所以奥秘那路来嘛都有失败的啊，你那我们表表不是给啥不老师也有些事情常常有失败的，嗯，不是你们家就松松开而已，你们家就是做生意的人都会失败哦。哎，老师，你弄奥秘我别别，老师，八学，老师失败了，俺们家不生了，别别加码，别别读别读卡，别别面一堆吹，俺们家还被撕开了，俺们家还写，你没人家没一个表面人那块，是不留着看嘛？兄弟看路的，他们挨了呀，把别来做，对中高压了嘞，挨了你把别来做，得理他们彻底得来嘞，故事不留着看嘛？别下个，因为我撇开别歪了得了。我中开皮带了，底下个皮带的，大家么老多顾客的路线，对吧？你们老板对中西了，路怕路路没压了，对吧？他们比较喜欢你弄嘛，对中的激烈，他们你弄对中西嘛 ，QQ 人参也嘛，你晓得什么？因为老多顾老比说，老师将来要开开阿面一些，那老师就他们就老师傻的呢，是傻的呢吗？为什么老师很了解你们？老师有经验啊。江南第二是有不如盖亚美说，江南第二是卡比万年的江南谁敢爬来说？老师怕哪？老师江南一下弄模糊，这个是老师有积累的经验，老师嘛对种树上他路低啊，你看让老师对种呀，不乎江南呀模糊，老师嘛对种的面一看，江南不是表个底下穿上的八处好低，底下皮肤这的老师啥的那嘛，老师失败了很多，怕喽？老师顶年啥的，没有漏的，什么毕业的，人家去学的对了，人家去变开了。啊、你们做的时候啥的呢？啥的呢？老师，PDF 你这会混查呢？比多少模糊？变压了的，俺们家这些很难呐、啊。那你弄啥的？肯定在路行，你弄八的没八路啊？没没。所以这个是我们经验的积累的经验的。所以老师，长大有的嘛，不是这辈子呢。你跟啥的货路全路行，谢谢你路。我表明了，我台湾拉没路，谁讲没得跑呗呢？谁讲没得跑？我一定在没路冲起来的嘛。因为我已经想过了嘛，我可能不上了，那就是我勇敢的去做的，那爷爷一路的，那我哎，这个楼来了，闹的 recipe 谁谁补了，我没有担心结果，那我妈妈偏偏说我谁没补了，因为我们楼肯定先杀了，先杀病我不会担心了，遇到什么刚人来阿三门，所以来阿看门啊，哎都，我老师讲那点我考那点差不多，哎妈考他嘞，考他人讲那，考他来比谁，讲那也。刚拿嘛刚拿，老师我公看啊，公看啥嘛，看来看没，三来三没，所以讲话考啥都把屁没来了，你多么不要想了。那你们考无所谓嘛，考给人家身上，考病你不要太再想了，就是这个意思。所以也不要考虑会不会失败，凶了没凶你们了，给啥都苦恼的，讲话也这苦恼的是谁做做的？对，谁做做做啊？可是你不要想着知道失败凶你们没讲呢，你做事情一定会失败嘛他。你做什么事情第一次你一定会失败，你没有失败你不会成功，老师不要再干嘛他老干一嘛，努力做什么事情，做生意做什么什么，你们第一次遇到是先遇到会失败，你从兄弟嘛兄弟兵嘛，结果是成功啊，我你都漏漏的过你要是嘛漏漏的看啥呀来洗的都要弄哪看呀的念一家的，都没表达出来，看一下的，那个也是算失败，啊对啊，
都没有阿表叔看。哎，看嘛，叫做失败，俺叫小男人，我不是表嘛，都没有阿表叔，你看没？哎，亲嘛，我有拉表的，我们老早有挂，你老来的亲家的身把撇断来说，你呀、啊，你呀、啊、嘛，老的的撇没？这个就你没有那个什么经验了，对了，你嘛这个就没学了，所以这个是你哈，都没有阿表叔，你出完他嘛，看下来看把撇了，你呀、啊、越厉害了，哎，看嘛，你会越成功了，我拍吧，我拍哦。啪啪啪啪啪，那么长尾巴片中，我拍也不容易片，我不爱片没那个，是吗？啊，长看啊，那伢嘞，我拍巴片中啥子路线，慢慢长长的啥高呢？就是路里的波点嘛嘞，越失败越成功的，失败时啊，你慢慢话再学了成功，所以你要失败嘛，找你路线，它会带来你们烦恼，你如果这个刚收起来的带拉比嘞，再收起来的带拉比嘞嘛，所以我们应该要注意力。佢要怎样咩？然后佢要在他样咩吧咧？放在做事情的过程上，鼓励你的给啥你帮忙呗？再鼓励他咧，这样你会在做的过程中，弄你的给啥累的嘛？说够弄你的对嘛？发现啊，解决问题的快乐。平时样咩？你能讲你对哪里咩？比如平时那对哪里咩？这是其他任何东西都给不了的。比如表现不啊，你有不懂嘛？比如压力压力模糊咧啊。即使最后失败了也没有关系，丢掉他了。兄弟多嘞，兄弟慢慢教呢，兄弟来兄弟看来，慢慢撇不，因为至少你已经努力过，你就咋不啊？为所谓过谁过撇的撇对。而且那边我们还可以从失败中总结出有用的经验。失败的太阳你嘛，老师讲那一句，这种观念就东北的这种观念传哪里没？有了这些积累，比如苏西他的这种观念啊，成功自然离我们越来越近。奥秘目的啊，老师讲哪一点？比如你是哪一组？比如说第三百嘛，别别啥的。好，太好，那个叶兰文总，如果你先做什么事情，那就勇敢的做，去做，不要担心结果。不要考虑会不会失败，要是太看重结果，失败就会给人们带来很多烦恼。我们应该把注意放在做事情的。个情上，这样你会在做的个情中发现理解问题的解决问题的快乐，这是其他任何东西都给不了的，即使最后失败了啊，也没有关系，因为至少你已经努力过，而且我们还可以从失败中总结出有用的资源。有了这些资历，成功自然离我们越来越近。好，下一位听书，我来念一下。听书文，老师是我吗？对，是您。哦，再等一等我。如果你想要做什么事情，那就勇敢的去做。不要担心结果，不要考虑会不会失败。要是太看重结果，失败就会给人们带来很多烦恼。我们应该把注意力放在做事情的过程上，这样你会在做的过程中发现这个问题。快乐，这是其他任何东西都不给了的。即使最后失败了也没有关系，因为至少你自己努力过。而且我们还可以
从失败中总结出有用的经验。有了这些积累，结果自然离我们越来越近。好，下一位那个苏比比要念一下。如果你想做什么，如果你想做什么事情，那就勇敢的去做，不要担心结果，不要考虑会不会失败。要是太看重结果，失败就会给人们带来很多烦恼。我们应该把注意力放在做事情的过程上，这样你会在做的过程中发现解决问题的快乐，这是其他任何东西都给不了的。即使最后失败了也没有关系，因为至少你已经努力过，而且我们还可以从失败中总结出有用的经验。有了这些积累，成功自然离我们越来越近。好。就像来去做老师就是不用来压戏的不那看压戏的去入的入的是不要把它变那不因为它顶不了那经历做老师经验的就读呗它也是 experience 的经历哦经历做老师对中路的读不要录压的还有许多做老师很多年就读那说那外后面你嘛的很多很多年没就读所以公园里有很多人公园里有许多人是不是那外面来说很多啥他们是站起来就是许多东家人家的区别找到时候得不把的就是差别就是挂他这插那这哦区别不管吗就是刚刚说那个什么婚恋叫妈妈呀张大说张大表达你们把它看里面玩能办法呢方法跟方法区别哪里八卦嘞还有差别哪里八卦嘞差别什么差别哪里挂哈切路表达我区别哦差哪切挂哈切区别哦区别挂哈切差哪切那暂时没顶不暂时也得不要把它说压抑暂时啥意思会好了是吧暂时都懂了那说说智商啥那种老师讲了也不你有时候难过的事情难过的原因有很多第一个原因家里有问题爸爸妈妈父母的关系还是兄弟姐妹关系不好家里有很多问题还有一个生活上就赚不到钱没有钱那个是一个难过的时间还有一个就是工作方面嘛工作方面就是说漏改嘛人家欺负你还有工作有遇到很多困难那阿罗撇得出来不是要放弃退休完后你要继续做再漏完嘛那些都是暂时的把撇得哎个龙啊下一看那里被撇得一定会过程中过了过去了就什么没有没事了哦还让我们表呢你知道年过米巴的要送过米巴送来你很会难过你会哭可是你这些东西都太无你们了有吗不会啊可是没有啊然后哭没有没有他们啊啥玩意儿这些我们那些你来我们都有我们每天不可能哭了我也是啊如果我妈妈啪吐不撇我会哭可是不会每天哭啊整天都没拿问我们了不会啊那个哭也是我们暂时的压抑呗因为我们还是要过去哇嘛生活上还要过嘛哇嘛贴单要嘛所以暂时说压抑所以还没有动呢哦
所以你的富贵诈骗了。我要说你不要难过啊，你不要难过，你外面奶奶啊，这些都是他有阿龙阿爸骗着，暂时的，其他有点骗的对不对？暂时的，暂时那么得差不多了，暂时都是暂时的。那我们奶奶这些都是暂时的，啥？他要让压一大片的，啊，一定会过去的事情，过去的事情，比如说，就比较多嘛，给啥的呗？一定会过去的事情，对家帮古话，比如过去说，过去说漂亮多嘞，给啥一个嘛？撇比多嘛呗，路边儿，哦，撇比多嘛，比多嘛呗，把俺撇不。给啥要让比多让嘛呗，所以哈牛逼了，我一定会过去的事情。所以他还要给啥的苦呗，暂时的。你弄苦，每天努力学中文、写作业、背书。你们谁那谁么？他谈这么了？不会，这个也是暂时的，就是压抑呗。可那呗，你都压抑多大了？暂时努力的，你都成功了，你们不会继续。反正你那成功呢，有用的路径，你那设备就在那就在嘛不？反正老师讲到一个就在一个了，压抑呗，暂时的，没还没有成功嘛，所以暂时努力的，就是压抑最好没有动了，暂时。还有就是面对，面对说完了，现在呢？哦，面对。老师讲哪里啊？如果遇到了一个问题不敢面对哦，没隐藏业务。我有一个学生，应该前三年嘛，是吧？应该前三年，龙哥的东西老哥，台湾哪里文化路站的呀？不，应该有没有人记得那个张大哥的？张大哥，老师和你啊，表表苏子路路表表，你那边有没有没见的？哎，罗老师很难过的了。讲到哎，老师哎，这样老师哎，让 HSK for 的呢，快要结束了，快要考试了。那他是哎，高中的喇嘛，我弄台湾有老年，没有年前嘛，他没有护照，他没办法办护照，为什么知道吗？他爸爸是军人，不让他们办护照，军人就是那个。你过一百个，你过一百个，对，那我说过你弄啥啊？你过一百个，所以不让他们办啊，不让他们办，不让他们出国，小孩也不能出国。哎，阿鲁，那那老师个阿先生，如今来讲来的不？卖表老师帮他一些处理，结果可以办了。那老师一直问他，哎，你的护照办好了吗？他不理我，你知道吗？他没有回答我。哎，你办好了吗？第二句话他没有回答我。哎，我那个是算了，你没有回答，因为我们快要考试了吧？因为我如阿斌老师这样背查，因为阿丹老师啊背啊软嘛，不是说张大爷工作台湾有哪里呗？哎，班没有学生了，原来他来新加坡多，人家就比多说，哎呢，我说哎你哎请啥么品没亚老师，他没有回答我。大家都考完试的他还没有回答我，我阿罗嘛，我阿罗嘛阿罗都没有回答我，我没有注意到啊。哎，都偏偏你家了我，多少级来的？他没事有新郎的表，八类不？阿罗嘛，阿内没事家多少都不如放多少级啊？你干嘛是弟弟是弟弟弟过来了？那好，俺 friend 都不来的哦。好，老师嘞很难过，你知道吗？因为，我没有，我身上啊，第一次我里现在老师啊，不过我人身上啊都输不拉包的了，啊都输来打，所以到身上来打包，也没有骂，暑假咱们学么输没有？哎，看着，输不过了，我们输了，哎，我输不了吧？输了，爸妈来么比较没有，爸妈来妈妈学么？爸妈来俺我人身上没有什么问题啊，那我为什么我来是按的 ？Hello， 这是个，这是个了。你看我多少这天呢？我多少阴阳高能的噻？他多少天说，
但是都没有人怕你，哎，没人，没人，没有人变没有人。问完呢，苏子又讲不咯，按啥弄来的？啊呢，你问喏，我等你啊，我等你啊，讲了，没也，没那一样，所以你说没事就讲对了。啊，已经过去了一年了，一年了。老师，都没有老师当别的别啊谁的，都没有一样弄大呀来的。他们也来表，他们又跟我说：“你还不不，你弄啊，就让我表表，俺们还一问。”我现在还没有回答他。俺那个没得了没，苏弟了没，自己家的表没了，因为俺们到底是要，对吧？那黑了，然后对吧？阳光了，多多研究，那顺着表面看来吧，可以不来吧嘞？都要没有，都要弄个皮亚的工程呢，表面看来吧嘞。哎，老师来看买路生产他吧，然后老师很难说吧，不是说。别人都都都出差啊，本来没得，你都要那些来别别呀过来，什么地点了，都听到哪话嘞？啊啥别别的嘛，来呀别他嘛，那都老师还是没样嘛嘞？你爱弄啊不说，然后老师都没这样嘛，老师一撇的不说，爱弄啥么一撇嘛，他啥么样咯？好吧，我面对给啥别别了？那你啥么样？你要跟老师要面对，面啥样嘛？老师也那么要滴溜滴溜开开心，你弄也开开心，你咋么听老师？我们为什么也拿工作时候，我们阿们拿下面就讲，有来的朋友，我们有来的下的嘛。我还是会给他机会啊，可以不要啦呗，对啦。哦，咱们不要太过分哦，因为我们骗你哦，老师会了解的。你要面对老师，你啥面子都阿鲁克里格拉都差不来的，不可以这样的。好了，你要面对老师，那要哪场论啊？老师是你论呢？说话比如爱讲嘛，我这零啊差了吧，等不了路花费了，给啥？都是说老师那东南老等哪不了。都没有等他开啊，你知道吗？就是这样子，但是很难过啊。所以你们去不管是找老师你弄，是能不能那表表啊？不管遇到什么事情，工作方面还是关系方面，什么事情，如果遇到任何问题，一定要面对，对，要往前闪皮心，不要偷偷跑去了，怕没别人。你不敢面对那个事情，越严重的，你没有机会了。那多一种老师漏路没有多路漏断了，他可能都没有机会了。多路得在那里跟参观要来，他还是在缅甸。老师那时候，老师是来读来了来看嘛，没来读那么看难的，对个啊，因为漏断。还有等等这样嘛，老师免费呢，克林姆路没有钱。那老师漏路没有那路漏断，就是圣诞节老师多难过的，所以。不管遇到什么任何问题，要面对隐藏呀嘛。哦，那所以这句话，老师那他是说算不敢面对吧？没隐藏也呀。好，所以老师要面对哈。还有老师的嘛，爱迪生，爱迪生说老师不都考的说 Thomas Edward Edison 对有咯，爱迪生咯考的。喏，爱迪生，那他叫老师 Thomas Edison 不？对，那么是搞了英语咯 ，Thomas Edward Edison。哦 ，Thomas Edward Edison 老师 American 啊，地球都都在那边讲些。No, Thomas Edward Edison, ID 生 ，no 丢了 ，ID 生 ，ID 生就是 Thomas Edison。那有呢？在哪里做分别了？都变样的。每一个人都希望成功，每一个人都如来如如希望成功，奥秘母如亲家人的妙龄家人。可是大妹妹，很多时候，而且你都懂喵喵吗？在成功之前说失败嘛，我喏，奥秘母也失败嘛的，奥秘母担心嘛的，会遇到很多困难，会遇到白龙对手呀们很多困难，可可你喵几个对手呀们，有些人的错路的呀的，遇到困难。就放弃吧，佩蓉。开开对眼了吧，佩蓉。放弃，那说不来的，谁说不来的？啊、很难呐、啊，不想那个了。而且嘞，在那边呢，虽然说留着去啊，遇到困难，那个开留对眼嘞，却想办法。大伯没了呢，想办法说，就是说你能是啊没解决他，第一别的哪个不如，就是这个路的错路的呀，找到了是吧？开开对眼，不会放弃。对吧？
就得说呢，不落地要培训啊，没说啊，我现在到地塔的时候，就是困难别的哪个了。那对困难的态度不同呢，态度说了说啊，确定的哦，落地要搞来的。对困难的态度不同的这边，对看看啊，鸡嘛啦、面啦、嫩啦，我搁去呢。那老师说每个困难都嘛，程度不一样，他的态度不同。比如讲喽，老师嘛嘞，老师上课的时候，老师上课的态度跟你们学生的态那个困难态度不一样的，看到吗？老师要上课的教书的老师的态，老师有老师的态度的那个困难的态度呢？老师要教书的老师，萨德那老师嘛也有困难的态度。啊，比如来说，比如讲嘞。啥的那卡嘛，找哪里有关啊啦，不太好，因为找哪里有没有路量啥，有没有写关系，有没有写，找哪里有哪套哪类啊？你 management out 有无样路量也困难态度也是来说，哎，你说老师老不会啰嗦的呀，很难。你啥的那钱嘛，你不要来自家哦，我咋样啊？找哪个你的那啥嘛 ，service 哈，找哪个你这还能吵架啊？喏，讲那点么别啊？俺那里有另外的困难的态度也是一个态度，困难很困，哎，是也是困难的。那么老师讲到嘛嘞，有困难的态度，不如没有来说。老师点点啥哦？养路啊啦，啊，上面也苏开马苏路，也苏开马苏路养路啊啦。老师什么说养路啊啦？你们也有你们的困难的态度，不如没有啦。啊，去你们读，看看去你呀，没读不如不啦。你们老师态度叫做去你嘴巴大边呢。结果的那说嘛也是别的不一样的。老师说了别的没注意不。老师说啥表老师说啥的呢啥的呢看嘛。讲到 management 老奶奶讲到高光水奶的查的没看嘛。老师结果吧别的。老师能没下不好的吗啊别的。我有得到了你们的性感。老师有得到了你们的性感。老师你如果用进步吧别的。呀哪的。哦，老师啊，讲你，老师啊，我如果嘛啥的那些呢，讲你，老师啊，等一下讲你，说嘞，你我有得到你们的性感，这个是老师的结果。那你们呢？你们的态度，你说人生困难的态度，人生那些看嘛，你们的结果啊，罢了。你们的中文越流利的，我不表不配着讲哪嘞？你们会也得到了，会说中文，会成功。哎，你们也有你们的结果，老师也有老师的结果，我们的结果也不一样的哈、哦。那底生啊，把别人就是别别人。再讲了，上前中上前中料理说啊，上前说了说的汤啊菜中啊牛啥料理材料说了说材料说吧说吃了滴答吃了的。这个车里套包呀，牛子套包呀，少多的，啥的卡嘛的，哦，啥的闹白嘛，才找到了难点亮电亮说了是吧？淋了奶奶电灯的材料，喏，都迷的老婆都不老听下开了，上座车，前座个套，中啊牛子，材料个这个车的。这个车里的汤，车牛杂帮汤叫我下笔嘛啦，人多啊，零零零五个被奶的米的米龙也，这家伙把拍着下坠开的的 ，Thomas Edison 啊，吹得来看下去的成功的人，奥米莫来看下去的路呀，往往都说失了比了，经历过许多失败，往往都说失了比了，经历说。啊，这种的经历告诉我吧，别着，撇单开不了不，这种里面一样的撇单开不了，许多人家的失败了着，兄弟们人家就撇单开不了的，哦，怕嘞，取得成功的人，阿明莫为了看一下些路呀了嘛，往往多少，往往这边个失了比着，喏，往往说啦，失了比着的，经历过撇单开不了的这种的呀。许多失败，兄弟们里面有撇单不了。他们和的普通人的区别就是，他们和第二位莫亚西的路人呢，普通人说白了，蹦蹦路人啥的，哦，普通人说白了，蹦蹦路人啥的呢，普通话也普通，蹦就他的路呢，蹦蹦路人啥的区别差那几个就是撇的，他们都指使了下来，指使了下来说白了，
即使啊，失了比较漏少呢，下来说，即使了下来说，失了比较漏少呢，不管你有遇到什么困难、失败，他都即使了下来，就打比较失了呢。所以家长们就算断路牙的，只有一趴的习惯，一牙感中的扭拧着起来，我们也要做出一百趴的努力。你们第二个农民苗林在西边没？第二个农就啥嘞？那困难只是啊，别着，暂时的，困难只是暂时的。啊，看看啊，亚语里咋批吧嘞嘞？阿妈刚才哪了？底下看过呀？刚才怕嘞？阳光总在风雨后吧喽？你要啊？阿罗表姐呐，你要啊？老师风雨后说，你那母娘那么说，阿罗把表姐拿了。爸妈这个问吧嘞？蒙南边那边来，蒙南边嘛，那边来的，哦，蒙南边嘛，那边说哪里的，都他妈表表他了，就是这个意思，哦，阳光总在风雨后，蒙南边嘛，那边啊哪哪吧的，只有我们勇敢的，只有了大人一批人，哈罗啊，也因说面对困难，啊，开开这个也三亚没的。才能大批的就希望取得成功。我说啊，你困难说面对困难，开开留言才马大理。我说啊，奥秘户里个也有个苗林路亚马的，亚么咯？好，那老师说第九课，老师底下还是很那个对我们，这给我阳光呢啥白的不好。那老师念一下，结束一幕。每一个人都希望成功，可是很多时候，在成功之前会遇到。